由纽约华裔小姐选美会主办 ，TVB USA 协办的第13届纽约华裔小姐竞选日前正式展开。今年主题为燃点今日梦想，成就明日辉煌。大会主席何嘉琪表示，纽约华裔小姐今年已经踏入第13届，成为美国东岸规模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选美赛事。大会更为每位佳丽提供全面的体态、化妆、仪态及舞台演艺培训。每日咧都有 training 嘅，咁系俾啲佳丽，即系佢哋有 catwalk 嘅training 啦，亦都有演艺嘅 training 啦，亦都有讲嘢嘅 training 啦。个 training 之后咧，佢哋就大全部都唔同嘅变化噶啦。今年选美会更得到纽约州政府嘅大力支持，作为美的代表与 I Love New York 喺7月4日到14日作重媒亲善访问。同紐約州政府一起大力推廣紐約的旅遊業，代表紐約州政府咧就去一個美的形象宣揚我哋嘅紐約文化。決賽將於8月16日深夜1点喺康州金神大賭場舉行。冠軍佳麗將代表紐約到香港參加由香港 TVB 舉辦的國際中華小姐大賽，詳情請留意選美冠官方網站 www.misschinesepageant.com。